立正，站立，插嘴。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真欢喜吼！过年搁直接咧见面咯，但是即摆见面含咱伫上初级班的时阵啊，迄个面容拢无共款。上初级班的时阵啊，恁无定是看袂到你家己的面，但是我看会到恁的面。我无讲戆戆啦，这无吼，迄个面的感觉就是讲吼，充满了着疑惑，毋知影讲吼，到底是要哪去行？当然毋是讲你袂晓行路啦，你会感觉讲吼，我现主持过的日子，后摆阮囝、阮孙是毋是会当过同款的日子？这就是过去大家上初级班的时阵。即马，咱这个高级行政班呢，在座各位拢是咱各州州长所拣的厅长的人选，还是咱的内阁的人选？这个人会当讲后摆要主宰台湾的命运、台湾的前途。当然啦，有真济外口的，遐无读册，要你是讲，即阵人哦，读壳拢破破，恁有破无？无。当然嘛无，非常的清楚。每一摆，若有发生国际代志，阮马上就写文章伫咱的网顶，咱的网站，咱的官方的网站，你若有诈骗，你也记起来，无定在座还阁无去看咱的网站。USMG 什么意思？美国军事政府。TCG 台湾民政府。联座会 USMGTCD.NING.COM， 因为这个 NING.COM 这个主机是放在加拿大，咱不爱用雅虎，不爱用其他的，是怎样？因为雅虎叫中国买去，所以咱这边用 NING 的原因在这啦，这无。在加拿大，这是自由的国家，伊袂甲你干涉，袂甲你迫害。今日我要上的课是台湾民政府国安参谋部的课。上课的以前，伫今日要甲各位讲，伫这年内底，2012年内底。当然，我即马写这字，你如果真细字，你可能看无啦。这字就是“默”，默默无闻的“默”。默安那写，你敢知影？一个“乌”，边啊，搁一个“全”，一个“乌”，乌色的“乌”啦，搁一只“全”，就是要甲各位鼓励。即马开始的今年内底啊，哎，记得我甲你讲的这个“默”。过去我跟你讲啥？我跟你讲，较厚的，就是讲较厚的。但是即马今年，各位你现主持做咱的行政人员、行政官的时阵啊，都爱默，耕耘也好，默默无闻嘛好，就是讲。你就要怎樣點點做事情，而且這個默這字啊，好像是跟我們教說，雖然現在在黑暗的裡面，
咱来做一只黑暗内底一只狗，一只犬。这只犬是啥？要顾咱台湾的利益，顾咱台湾的幸福。各位，我伫讲的这句话，你都要认真听，因为我讲的话啊，有伊的意义伫内底。你唔知会记哩无？伫今年14号以前，1月14号以前，就是台湾行政长官的选举的迄当阵，我甲各位讲，一直到选举迄一天，我甲各位讲，我有80%希望讲会停止选举，你会记哩无？但是落尾啊，是安奈讲无即个80%，奈无发生，因为伫今年的12月31日，咱的忘年会时阵，我就甲各位讲，美国的 CIA， 美国的情报单位啊，已经甲咱讲啊，伊讲马英九赢80万票。我会记得我迄天我伫台顶咧讲的时阵吼，虽然在座有千外人啦，我看恁的面色啊，感觉讲吼，啊，乌白讲啦，蔡英文的气势这么好，他有可能输80万票，含我的一个真好的同学，我甲讲的时阵吼，伊住伫高雄。伊讲林志胜，你读个歹呢？我想啊，你不要看蔡英文的气势这么好，每一场拢爱人山人海。我无唔对，我睇电视我冇看。但是你会记得我甲你讲无？12月7日是我头一摆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甲120万，你会记得无？迄是头一摆。经过两礼拜以后 ，CIA 国家讲，迄阵人已经变成80万加100万，就是我第二摆讲的时阵，迄期敢那是第21期啊，22届迄届。后尾啊，伫忘年会前一天，我阁甲美国有关单位见面，伊足准确甲我讲80万票。讲这个啊，我相信迄一天迄开千外个拢无人赚着钱啦。但是屏东有人赚着钱啦，有一个左阿头啊，看到咱个网顶转播啊，伊做左头呢，装修啦，赢听讲是赢几亿个呢。但是后尾啊，联合报嘛有呢。遐警察人员啊，去甲查的时阵啊，现金50000万伫内底。啊，伊甲警察讲哦，啊，你若知影讲有差，会赢80万票。当然报纸也无写，明明政府讲的啦。伊敢若讲哦，有关人员透露啦。啊，我看看全台湾哦，所有的人都无人讲80万的，敢若咱伫讲尔咧。坦白讲。你当听到80万的时候，你绝对不爱相信。但是后尾啊，14号开票迄一天，早时四个日本的大学的法务部的教授来这来咱这甲拜访。我甲讲80万的时阵吼，因拢怀疑呢。林上你有讲唔对啊无？我们头拄仔去民进党的党部甲因讲，因会赢呢。所以我要讲吼，咱台湾人吼，无比美国人较了解咱台湾，无啦。啥奈奈无？因为咱的资讯无够，咱所看的媒体、所看的报纸、所看的电视、所听的收音机啊，拢骗啊。所以就是今日我听你。未来台湾民政的国安单位啊，甲各位讲的，目睭所看的不一定对啦。
耳仔所听的嘛不一定对啦。爱安怎？爱家己本身去体会，而且爱多多看册。啊，即摆看册无啊，即摆无册啊呢？即摆拢看哪？看网络。尤其是咱台湾民政府的网络啊，绝对有值得你看。你若拄着代志，你无法度处理，看网络。咱的网络即马已经无共款了，已经改做每一个范围，拢有每一个范围的文章。所以今日我是真欢喜，我告伊你上的时阵吼，爱让各位知影就是讲，当时我一直希望讲美国会当来动这边的选举。坦白讲啊，伊若要动选举吼，毋是无法度啦。啊，真正美国落尾有帮忙蔡英文无？没有，而且国家妨害蔡英文，伊是去帮忙马英九。伊人感觉真奇怪，为什么帮忙马英九？各位，你有注意看无？马英九从以前到今日为止，伊美国人迄是另外一回事啦。伊有去打着美国所规定的红线无？无咧。伊将来毋捌发台湾独立咧。伊将来毋捌去打着美国的红线，佮蔡英文有去打着红线无？有。我袂歹呢，啊，对一点去打着红线，你敢知？哦，袂歹袂歹，真正袂歹呢。哦，各位吼，即马在座各位吼，去外口一定讲话拢足臭屁的，无唔对。因为九月份嘛，蔡英文去美国的时阵啊，无妨邀请去国防部啦。是因家己咧讲吼，蔡英文是有有史以来头一个人会去国防部啦。No， 没有去。伊是去到国家国会的这个智库的办公室啦。所以蔡英文伫办公室的时阵，含因对话的时阵，伊甲讲一句话，伊讲吼，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这句话，伊伫咱台湾嘛讲咧。啊！伊伫美国讲即句话时阵哦，美国甲拍拍手，啊，袂歹袂歹，即、這个人终于知影真正台湾的地位啊啦。但是倒来台湾，十月十一，伫即个高雄的劳工中心啊，讲迄句话吼，美国带一个甚至破口大骂，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是敢若美国会当讲呢？毋是蔡英文会当讲的呢？你会记得咱发的身份证无？身份证咱拄啊考一摆，迄个版本是写台湾名，你会记得无？落尾也是美国的单位，甲咱改做台湾 government， 台湾政府，但是。我有甲各位讲过哦，恁遮个各州等于以后，恁各州袂当讲台湾政府哦。恁若讲台湾政府这两字，我甲你保证，中华民国的政府就会去各公安局甲你处理。咱敢会当讲啥？台湾民政府会记哩，这一定爱记哩。这是法律，啥？这个法律遇到来，战争法内底。占领者，伊讲即个占领者，则有，就是讲征服者啦，征服者则有占领权。啊，占领以后，即块土地老百姓都爱主动成立民政府。你甲看所有诶全世界发生战争诶所在，迄个民政府。拢是安尼产生的。讲上近的哩，伊拉克当然大家是知啦。上饭桶的关岛，关岛经过几年，你知无？伊是1899年，西班牙将关岛
挂给美国。那时候美国是占领关岛的，关岛我就说过，关岛很好生活，出海抓鱼很简单，他要生活很简单，所以啊，他这个关岛经过五十年，美国已经挡不住。美国你不能想说他好呀，他跟帮忙关岛，因为占领者要负责他的安全啊，啊，占领者不能叫他做兵，占领者不能给他征税，所以美国一直付出啊，一直付出啊，付到美国已经没办法，美国转给关岛说，你也拜托，你们为什么不成立民政府啊？啊，美国给他帮忙，他才成立关岛民政府。那当阵菲律宾同款时间挂给美国，菲律宾人真巧，伊就马上成立民政府，同时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啊，甲美国战。西班牙将菲律宾挂给美国哦，但是伊美国还未到伊的时阵啊，因人马上就成立民政府。今日是安怎？咱今日伫遮咧上课，咱今日讲到遮尔啊大声，啊！中华民国对咱无法度，伊唔敢甲你办叛乱，因为我顶回有迄个公文有互你，内政部伊嘛讲，民政府唔是非法的组织，伊无甲恁合法，但是讲唔是违法的组织。这理由是啥？就是咱是完全照国际法去行，啊！若按照国际法去行的时阵啊。伊家己心知肚明，马英九也好，蒋介石也好，蒋经国也好，因拢家己知影，因真正的身份是占领者。问题是，咱唔知影咱是被占领者，唔知影咱是被占领者，而且咱阁去摕中华民国来做咱家己国名，这有趣味吼。人才做老爸这句话吼，不一定对啦，咱听人讲啦。但是吼，俗语有你讲啦，去方卖去，佮替伊算钱，就是台湾人啦。但是我相信今日在座，你也要看报纸。迄一天啊，有一个台湾独立的大脑。寄一寡资料给我，其中有一本册，伊可能要我看，我一日甲拍开，头一句话写：台湾自从甲某某国家断交后，即句话我看了，我着合起来，我歪过看。第一句话都唔对去啊！台湾当时甲人建交，有建交吗？是啥物人甲伊建交？是中华民国呢？你现在大家都知道，所以你也要看报纸啊。中华民国问题现在又发生在哪里？你说蔡英文民进党，我常常你说，以前我就说，我说中华民国民进党，我有这样说，有没有？你看，自由时报头条写中国民进党，你有看吗？有没有？可见说，我们比那些人上无咱早哩，差不多一年。即摆问题来呢？啊，你中国民进党，还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刷伫因面啊行？因讲写文章，我有看伊一个文，最近有一篇文章写讲，佫剩最爱的三公里啦。我看哦，那伊差三公里吼。咱车隔壁就到了，所以你今日来上这个课啊，我跟你讲，你绝对有价值。我即马是先分析现准时台湾的状况。前几天啊，我才知影讲，这个台东的大脑啊，贵姓的迄个黄昭堂先生啊，伊要死的前一礼拜。甲咱民政府的某一位哈，讲啦，其实
我含人名爱讲就较好啦，啊，无时间人讲我乌白讲。林正英哥哥林先生啦，啊，林先生叫做林平原啦，伊是咱的参议员啦。林先生足认真去甲伊讲哦，讲甲吼，要过身的前一礼拜吼，伊甲林先生讲啥，主动哦，敲电话给林先生，讲林先生，安尼看起来吼。这个林志兴讲，这个敢那对呢？安尼吼，无咱来讲看卖啊啦。啊，约一礼拜，约迄阵约一个时间，就了带好伊过身以后的第二天啊。我过一礼拜讲开目睭，啊叫过身去，非常的可惜。啊，不过。我今日会当甲各位讲啊，那以论述台湾的论述来讲啊，拢免骗，什么甲咱讲无可能啦，卖想啦，迄款的人你拢免插伊。所以是安怎？头拄啊，总理甲我学落啦，啊，我实在讲吼，我的心境嘛毋是真大条呢。我皇妈虽然未听，嘛是会解忧呢。因为，但是我后尾啊吼，我想讲，干嘛的吼，哇，列我二十条罪状呢，我甲看看，无一条对的，啊，无一条对的，我要甲回应吗？所以我甲咱的网军讲，拄着这款小人，卖插伊，卖甲回应，你若回应，你就输啊啦，安尼对不对？对啊，对，你来拍拍啊。其实这是吼，伫政治上吼，伫处理政治问题。各位在座各位，拢总是行政官哦。你后摆去处理这款工课吼，莫讲老百姓甲你骂，你就甲回嘴，啊，就要甲告，莫来一套，不需要。你徛较悬的，你甲看，遐尼细汉，该计较啥物物件？敢毋是？更何况，尤其是若中国人。甲你骂哦，甲视为理所当然，笑笑就好啊。啊，上济是啥？甲删掉，莫看就好啊嘛。啊，问题是咱遮，咱即马少年真济，你知毋知？咱即马1500个会员内底啊，成员啊，有一半少年啊呢。啊，这少年拢挡袂牢。哦，秘书长，甲回应啦，甲骂倒转去。功夫无够啦。哦、所以呢，这大家吼、哦、爱注意。当然今日上课啊，啊，我先甲各位讲啊，人讲蔡英文这边树立92共识，有无？是咪安尼讲？我甲你讲，无唔对，92共识没有错。这份呐、啊，虽然是人为迄个啊做中央日报哈、啊。当落来，啊，不是我当落来，因为这是1992年的这个11月7日，《中央日报》啊印的。伊写啥？听好，马英九1992年曾经表示，两岸会谈呐、啊、无共识。马英九讲的 ，CIA 给我的啦，我嘛无收集。伊讲恁台湾人哦，推啊。基督徒啊，要求1992年11月6日，伫《中央日报》都已经讲没有九二共识啊，啊！伫电视台足大声，啊！伫原因伫倒，这就是美国甲中国，美国去压迫中国，伊压迫中国什么物件？伊甲中国讲。你不爱跟中国国民党搁讲落去，你不讲，你死到吼，你无法度落台啦。所以美国政府透过有影响力的人，这人什么人我嘛知，去跟中国讲，恁一定要改变政策，你上无爱做一个平台，让中华民国会当和你讲。啊，若无，
你死到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度收山。所以陈云林来台湾的时阵啊，伊才讲有九二共识。啊，这个九二共识，伊伫造就乎什么啦？乎马英九，可怜的民进党，美国含插都无插面，一刷消息都无爱乎伊。所以妈，这个做蔡英文为头到尾反对九二共识。台湾民政府一开始到今日，咱有承认九二共识无？还是讲九二共识有无？有无？哇、哦，机关那有两种，那有就有啊，无啊。有啦，我有讲过呢。我讲啥？我唔是讲九二共识，我讲我们承认一个中国，有无？有。迄个中国的啥？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台湾是台湾。美国处理台湾的问题用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一个中国，全世界真正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你就是等下台湾人，就是你才是中华民国，所以你就不承认一个中国嘛？我们承认一个中国啊，但是我台湾是台湾啊，美国讲啊真清楚啊，什么时阵将台湾给你中华民国？没有啊，干不是？所以，咱的目睭比民众较远啦。你若老早甲讲，我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台湾是台湾啊，安尼马英九倒了。哎、欸，无拍破是啥意思？我讲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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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笑。所以一个中国，美国讲一个中国，啊，搁三个公报，一个台湾关系法。今日咱台湾民众甲告美国是伫告啥？你敢不知道？实际上个真正意义伫落，就是要甲，就人权是表面啦。你都无用人权，你就甲你驳回啊。实际上，咱是你甲美国讲哦，歹势，旧金山和平条约甲并出来，你爱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唔免遵守台湾关系法啦。我甲各位讲哦，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是啥物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你有甲注意看？我最近一篇文章，奥巴马的贺电内底，我从2004年、2008年、2012年的贺电。拢甲写出来，你有看无？内底用原文啊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一个贺电内底写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恁看无啊？因为你两个翻译拢讲是台湾人啊 ，No， 一个就是你讲咱呐，本土台湾人呐、啊，另外一个就讲马英九，所以马英九这边的动算，你甲看伊的贺电。你若认真甲看，阁看我迄个文章，你就知影迄个意思啦。贺电内底这三篇贺电，从来没有说马英九还是陈水扁是中华民国总统，没有。奥巴马的贺电是你讲啥？伊是甲伊讲，伊要甲承认，伊是占领台湾的行政长官呐、啊。这个代志 A I T。前个月就已经讲了 ，AIT 的发言人讲，台湾将要举行台湾的行政长官的选举，他没有讲总统呢。台湾人哦，自作多情。啊，奥巴马贺电搞哦，做总统啊，其实不是嘛。所以你去咱的官网看麦啊，这个官网内底。那叫贺电解码，这我写的。所以啊，各位，你若讲现主席，咱台湾这些团体，是不是用他们的主张会更愈办愈成功？无啦，干那咱尔啦，真正干那咱尔啦，大家拢愈办愈流血啊，人愈来愈少啦。所以我要求各位，你在台湾民政府上课，你是要学真功夫呢，莫用感情的，爱用法律。我甲各位讲，大概讲，
啊，请问台湾民政府当时要接到政权，啊，美国到底要给你民政府钱啊？无哎，啊，你讲遮久啊，拢无看到钱，甚至有个人讲哦，我开始当时咱开始领薪水。哎、欸，我讲实在，我唔是讲假哦。咱这州真正有这种情形哦。秘书长啊，当时要发薪水啊，啊，若无透露，才来台湾民政府的吗？我讲一个比例，这是美国甲我讲的。我提米要有啥物人吃？我要帮忙台湾民政府，但这个台湾民政府。成熟未？成熟没有？台湾民政府到今日为止啊，还阁是一粒鸡卵，内底有人，有迄个形啦、啊，有这个形，有胚胎啦、啊。啊，这个胚胎还阁咧孵啦，谁人阁咧孵？四天命，美国敢讲足清楚个啊，还未变作鸡啊，这个壳还未破，啊你还未破，伊摕米予你吃。你这个人有法度吃米无？有无？绝对无法度。哎，在什么时阵才会当吃米？破壳变作鸡走出来，安尼来剁米。好、哦，我感觉伊这个形容足水个。你这个拍破是你甲美国拍破啊？因毛你看。所以今日大家拢爱心内爱有一个拍算。我阁讲一个例，即个讲我惊一条。伊讲普天间基地，琉球啊，美国的基地。我美国派兵伫遐，几千名、八千名舰队。伊讲迄钱上付的，你知无？日本啊，哈、啊，迄日本货啊。伊讲哎 ，Radio， 我叫 Radio， 啊，恁这台湾人。口口声声要建立恁家己的主权的国家，啊！恁拢不爱出力，啊！就要叫我美国出力，啊！我干啦，我虽然建也无唔对啦，但是我以前嘛出只一个，我出力就你家己保护啊，出力来你咪家己出啊，你讲对不对？我无会讲啊，真正无会讲，所以今日大家心内、头壳内底爱足清楚的。你来参加台湾民政府，你是要牺牲奉献。我这个牺牲不是叫你牺牲生命，你免烦恼啊。台湾人未牺牲生命啦。哪讲要去捡吼，林志升你家己先去。我无骗你啊。啊，即卖战争嘛免人呢。你看即卖美国安尼发展，伊发展做啥？无人飞机呢？你也看卖啊，这看看，你讲做中国哦，人口较侪都无效啦。但是美国过年前三天哦，美国的人甲我上课上点半钟久，无休困的。上什么课？上中国。现主席美国是安怎对待中国？伊甲我讲，喂，你台湾人伫恨中国是无道理的呢。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敢有甲你抬？我想想，敢若阿袂咧，对不对？啊，咱即摆心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是啥物嘛？拢是共产党，拢是因台中华民国的人。啊，咱叫是咱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咱甲分落去啊，各位。我不是说叫你去爱去介意中国哈，但是我要跟你讲，在国际上这个关系，你自己要搞清楚。你若没搞清楚，你会先受害。你无代无志去制造一个敌人，啊，要做一个这个敌人嘛，真奇怪呢。咱即马只台湾人嘛，足奇怪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无打咱台湾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打什么人？打中华民国呢？是安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战呢？哎，因家的代志啊，人伫食食烧，哎，即个食食米粉安尼化烧，咱免插伊啊。恁两个要剪，互恁两个去剪就好啊嘛，干毋是？安尼即摆是甲插你内底，就是讲咱是中华民国，咱的观念错误了。做兵伊即摆唔敢，伊即摆已经改掉了嘛，要换伊的募兵制。我甲你讲，也不可以募兵了。我这么苦的人，我奈何何募兵？没有错，中华民国真正是恐怖分子。所以伊即马部队要取消，啊，部队取消以后，佫过着啥？伊主要的战争的物件，美国一项一项甲收倒去。今日有人甲我讲一个消息，我听啊真趣味啊。迄、那个雷达预警机啊，顶外有一个盖迄挂迄飞机哇，迄四只即马拢伫美国啊。为什么？这嘛不是足危险的吗？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要打台湾啊！啊，你个疫情去甲收了了，是要动啊？你唔免用啊啦，该毒无踪啊，真趣味吼、哦！美国伊讲伊做足侪代志，啊，你台湾人拢唔知啊，因为台湾都媒体嘛，媒体啦讲啥，咱就甲相信啥。各位拜托啊，媒体迄、那个报纸卖起来看。啊，看嘛，做参考就好啦，嘛是对啦。我唔敢甲你讲为豆饼看啦，因为豆饼你不要看啦，你嘛看无啦。所以吼、哦，美国人甲我讲，伊讲阮即马开始要将中国的三类目睭甲拔掉。哦，这实在讲未当公开讲的，但是我想爱互恁知啊。三类目睭对三类，你知无？北韩第一粒，第二粒缅甸，第三粒迄、那个巴基斯坦，这三粒目睭要先甲拔掉。所以你甲看最近的发展吼，这三个所在，美国一定会采取某一些行动。我甲你讲一只，互你等于你若知影的时候，你就讲哎、欸，啊，阮秘书长讲的迄对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差不多是1840年迄个时阵，是英国的经济啊发生问题，所以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嘛是搁伫德国发起，迄个时阵是伫争夺啥？争夺阿拉伯的原油啦，为中东发生战争，了发过来走来中亚发生战争。各国的战争发生伫对，你知无？南海啦。但是美国甲中国会直接战争无？不会。啊，美国用什么方法？先包围中国。美国即摆军舰，伊虽然讲伊的经费要缩减，伊11架的军舰照常保持。而且美国在全世界1/2的军舰拢刷入南海，各位，南海一定会发生战争。这个战争不是美国引起，美国一定去塞弄别人，菲律宾、越南，啊，即马开始战略以后呐，中国就出来，坐享其成。台湾真好，加在呢，是美国占领。美国占领有啥物好处？你敢知啊？免做兵，免交税金，啊，免买军火，这么好呢？啊，咱干那爱做啥？法律读好好，伊若做啥？喂，违反法律，喂，按照法律。安尼有好无？好，真正真好啦！今日咱伫台湾
上个要紧的，坦白讲吼，我嘛无真紧张讲吼，哦，咱嘛要发生，都要发生，安尼安尼，大家安尼去救人哦，唔通啊，乌白救嘛麻烦呢。你也看吼，即马伫网顶，伫骂咱的人哦，嘛有人假先是咱的人，适当的时机伊就发叛变呢。啊，但是大部分拢无受过苦，伫咱遮上过苦啦。啊，若上过苦啊，我看敢若没有呢。上过苦伊就了解啊。西瓜是挖大饼的，虽然咱即马西瓜还阁细饼来讲，但是后摆大起来以后吼，无限大无毋对啦。啥来无限大？美国甲我形容一个听好，你即马的台湾民政府就是敢若啥物物件，真暗。中华民国即马卡伫顶悬，乌天暗地。民政府敢若一粒一支蜡烛，当你若有集合着四千名诶学员的时阵啊，大家合力将这个蜡烛甲点落刀，迄个光来一出现啊，黑暗自然离开啊，唔免你叮当呐。这意思啥？台湾民政府要接到政权啊，绝对是无缝接轨。你免甲中华民国对抗，免 ，no， 真正免。你甲看，咱虽然无叮当，但是中华民国就节节败退，你敢袂晓感觉吗？战车的 logo 取消，军火开始美国一个一个甲收回去。迄间我听着讲，还阁战车嘛去收回去嘛，毋知有影嘛？听讲伫迄个也做平湖的战车部队的兵啊，甲你讲哦，迄战车即摆嘛无去啊。叫再走去，那就趣味呢。你想看卖啊？你即马毋是常咧讲中国几千粒的飞弹咧向台湾吗？啊，直直咧减兵，募兵嘛袂使。啊，即个疫苗啊，美国你家己第七舰队爱几百嘛？阿富汗即马八千名要撤退了。无讲要去对啦，安有趣味啊！啊，希拉蕊讲啊，我要重返亚洲，我甲看看亚洲，看无咧，无唔对啦。这两天有报纸写讲菲律宾啊，要予这个亚洲美国吼驻军啊，啊，中华民国咧，当然唔是中华，即嘛是咱台湾民众爱表态呢。所以美国甲我讲，恁台湾民主开始运作，有人会甲我讲啊，伊讲开始运作，我阮都无看到美国的公文呢。敢那，甲你秘书长一个人见面，安尼敢有遵守？歹势吼，毋是敢那甲我一个人见面呢。咱美国有一个代表，是咱的副主席，叫做蔡明华，有无？你甲问看看见面无？迄天伫遮你上课，美国的王先生，伊嘛有证实啊，有哦，有这个代志哦，拄好迄个人讲伊嘛捌的。所以，咱的主席伫日本，你会记得咱本来十二月二四要伫这个桃园。办一个两万人的大会有无？会记得无？好佳太无办嘞，好啦，办嘞个，大家拢吼，我看庆个直直顶啦，啊啦，迄两万人要来扣。现在我咧甲州长讲哦，各国州长哦，一个面拢敢那见嘞。哦，照分配，我要分配几个人？好佳太伫迄个时，美国讲恁去日本。十二月二七，咱二四回来。十二月二七，美国头一摆，国务院头一摆，甲我讲，伊讲，俄罗斯，你去日本非常成功，做了好。
这就是说有为这五六年以来美国的国民常在跟我们对抗，还是说在跟我们泼冷水，但是另外四个单位从头到尾到今天越来越支持，国防部、CIA、国家安全会议和司法部。这个我们的身份证发下去，中华民国一直臭屁哦，搁再偌久，我们就在免签证入美国，有无？我跟你讲，内情是安尼啦。奥巴马这个希拉蕊，甲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国土安全局、甲司法部，司法部伊唔敢，因为司法是独立的。讲我美国经济这歹，你嘛？甲批准，因为我以前甲你讲，两个单位不爱批准啊，你会记得无？我讲国安局甲这个做这司法部不爱批准，不爱批准中华民国讲免签证啦。啊，我即慢慢量些量些，我甲讲，拜托诶，当时叫做身份证，你甲我讲诶呢？你要对我有交代啊！我赖呀啦。啊讲，啊无变哪处理？我真简单啊。我同意双政府同时存在。你美国军事政府先发给我们旅行证件，就是 passport。我无要摕中华民国迄本 passport， 搁摕我的身份证入去你美国啦。所以你美国就要怎？除了讲好，本土台湾人唔免摕 passport。摕这张身份证直接入美国，啊那安尼我嘛同意啦。搁等两个月嘿，因伫参详啦。所以希拉蕊吼，看讲国安局遮尼啊强烈吼，伊无多啊，伊去甲奥巴马斗。奥巴马叫国安局去，但是要叫国安局去时，我嘛知影，我随甲讲啊，我甲你讲，你若坚持哦。这个身份证是你做的哦，你要坚持哦，我是本土台湾人哦。所以后来他说你也要有一点谈判的空间，没不对了。所以我跟他说好啊，很主席我不反对啊，双政府同时存在，所以中华民国到今天没跟我们叮当啦，这当然要打破啊，因为你在外面听到很大声，对，那是我的计划，要让他刷去，我不对，正讲的。五月二十，他要就职啊，对不对？等你还有机会的。你金门妈祖嘛，啊，若无，我民政府要利用你中华民国收租金啦。这只鸡啊，还未变鸡啊，你讲你无法度去剁迄个米，啊，无要紧啊。啊、你租金給我吼，加少用迄个租金給我较温暖哦，安尼较早成熟啊。安尼鸡仔囝咪较早出来，敢毋是？但是他们讲吼，咱拢有责任啦。你四千名，我讲你一个人拢爱阁负责两个三个呢，我无甲你骗呢。但是你莫乌白吹呢，我吼足惊恁乌白吹的。所以我吼即句话要讲甲无爱讲，啊无啥敢甲恁讲。给你拜托也好，但是想想唔对呢，是甲找一堆麻烦了，麻烦呢。你来看吼，民进党每一摆到迄个关键点的时阵吼，伊内底大佬吼都有一个两个吼叛变，这是安怎？尤其是新潮流的，康水木啦、康宁祥啦、许信良啦、施明德啦，我甲你讲，这真正拢是问题。拢是伫咧关键时刻变，所以我敢讲哦，咱台湾民众甲今日还好呢，受咱的民众训练哦，甲今日为止啊，我所看，敢那也无人去反应啦，还没有啦，但是无人敢甲咱保证讲明天不会，所以哦，咱大家爱知影。咱台湾人，尤其是咱台湾人吼，
不过不要紧啦，因为吼，我的课足多嘞，我明仔载还佫两节课嘞，后日还佫课嘞。当然，希望恁大家吼会当听我呢，直接滴讲吼，希望恁会当听落去啦。因为我伫甲你讲的吼，真正你外口你无地好听啦。所以，话讲到倒来就是，咱台湾到今日为止，过去拢搞不清楚。所以呢，台湾将来要怎行，要行为做一条路。今日课要甲恁讲，你即马看阮这个，咱这个发给你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当然，头一面是台湾民政府国安参谋部参谋部啊，这个较慢讲的。后壁有人无摕到讲义的，无请你举手。迄、个拜托伫遮甲发给因。迄、个台湾地位哦，未来会朝邦联制。各位，你目睭先看我啦，看我较要紧啦。什么叫做邦联？因为台湾既然未当独立，台湾现主席未当建国，台湾现主席还佫军事占领。这是真高度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安怎今日甲现主席为止，即国际法哦，无法度对台湾问题思考啊，找到一条路去行的。我唔敢讲我真牛，坦白讲，美国若无提供资料给我吼，我甲你讲，我真正吼嘛无法度啦，我无骗你。因为这个物件吼，伫杜勒斯的时阵吼，我研究了，我感觉这个杜勒斯吼，咱来甲俄罗东西嘛爱甲谴责，因为美国捌宣布讲吼，我不要增加新的领土，伊捌讲啊，但是美国的私下内心啊，内心的深处啊，伊个认为讲吼，我需要增加新的领土在亚洲。所以这么台湾要以你为机会来咯。当然啦，刚才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在开罗宣言 Declaration 里面去跟答应蒋介石说、你假如中国不要向外国侵略的时候、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愿意啊将台湾、来交还你。各位，这句话就不对了，占领未当移转主权，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这国际法里底有啊，万国公法里底有啊，美国的宪法嘛有规定讲，你不可以违反万国公约啊。所以伊讲这以后啊，美国算真好运，台湾人也算真好运。中国1949年10月7日，将中华民国给踢出去。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进兵，构成侵略。所以落尾啊，伫1950年的年底，美国正式向联合国提案，讲中国侵略韩国，通过。这就是是安怎？美国因感觉讲，尤其是这个杜勒斯啊，讲安尼我就迄个开罗宣言可以不用执行了。你中国已经违反承诺，就是建议中国不要违反承诺，伊就卖违反了。台湾嘛袂当挂好伊了，因为占领不移转主权嘛，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当割让嘛，就是割让嘛无效。所以中国咱这个论述已经到现在为止了，差不多2年多，中国人中国的政府没有再一次跟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然你不相信，你去兵荒吗？2年了，我再跟你说一个更进一步的消息。
我经过我的搜寻，中国现在有100个以上的学者，他说于情于理于法，台湾都不属于中国，拍手啦！啊，听到都懵去啊！这正好的消息，迄中国人的学者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即马胡锦涛又听落去啊，因为又听落去，所以伊即马开始改变迄个策略。所以当美国伫甲伊讲的时阵啊，伊讲。现在是台湾有一个姓林的一个 group 啊，你拢是姓林的这个 group， 有这个 group 已经发现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啊啦，你唔通阁讲台湾是中国，你神圣不可分割啦。啊那安尼你时间做袂到吼，你家己的地位啊，中国人会甲你变。所以中国的中央是不是有利？啊，所以要甲中华民国讲迄个九二共识，为遮来啦。推亚民的蔡英文，他不知道啊。人伫讲遐，伊拢唔知啊。伊甲美国无联络嘛，完全没有联络，可怜啊。伫这个国际内底啊，你若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国家吼，你拢无含国际其他的人来联络吼，尤其较强的国家，你无甲伊联络吼，你绝对死机啊。所以你啊看，民进党怎啊讲啊？要改善啊，唔是；无要改善啊，无爱啊，唔是。啊！讲你手政权是要创啥？你手政权，咱台湾人生活袂好呢。我敢甲你讲一句话：台湾的未来伫台湾民政府啦。台湾的未来在在座各位啦。你唔通看起你家己哦，我阁讲一摆哦。你卖叫是讲。中国国民党遐人，才是高人，才是社会精英，各位才是社会精英啦。但是，你爱多看书啦。啊，你无看书嘛无要紧，咱的网络爱去看。我即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啊，美国拢有在翻译，日本嘛在翻译。2月24和27。咱邀请日本的学者12个来跟咱遮，讲是讲要开讲啦，其实伊要来听咱的论述啦。3月16和19，12个国会议员甲地方的议员要来咱遮。了后，咱就要签一个日台共同联盟。各位，恁的这个内底，咱拢有。这个共同联盟是要创啥？咱即摆毋是政府，咱要搁用占领中。所以我这个物件已经寄予美国有关单位看，有关单位甲我讲，歹势，恁这毋是 treaty， 也不是 agreement， 爱用 consensus 共识，共识啦。所以将来咱签的会变做一个共识，就是。日本和咱台湾的共识，咱这边去日本，有的人甲讲，哦，我们是日本人，听好清楚啊，我们不是日本人，已经无机会啊，我们是台湾人，是安怎？我讲你听，法律我讲给你听，但是。有一种人会当变作日本人，有可能是甚物款的人？你知无？有改名的人，1937年啊。稍等下啦。哦，你哦好，伊也许是讲你就对啦。我叫伊讲你有问题。但是呢，是安怎呢？因为迄个日本现主席，即个麦克阿瑟，即个和平宪法。公婆吼，我甲你公婆吼，你就听有啊啦。日本天皇是日本的国体，日本的政府是日本的政体。国家的体制有天皇，政府的体制有政府。国体跟政体是不一样的。
日本天皇有因遐个土地的所有权，日本天皇有台湾这块土地所有权。战争以后，麦克阿瑟改设一个和平宪法以后啊，日本天皇才袂当去干涉日本政府所有的代志，就是讲，伊甲修改宪法，日本政府、日本天皇嘛，照常袂当甲干涉伊的宪法，是关键是啥？就今天和平条约的第一条啦，甲定死伫遐。日本政府若要解决日本天皇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那我林志坚有一条路好伊行啦。含台湾恢复关系，你只要默认还是承认台湾这块土地是你日本天皇的所有权就可以了，因为以日本新的宪法没有包含台湾在里面，台湾脱离，所以这是吼老天注定的。所以你也看，所以我上课有滴甲各位讲，有一天咱的台湾的总理啊，有可能去做日本的总理呢。你莫就是讲我伫遮哩操蛋乌白蛋，因为日本的法律第34号，这是战争已经公布，到今日也无取消啊。台湾会当派3名的参议员去参加参议会，做迄参议会咧，191号。会当派5名众议员，大家拢足急的，较紧的，较申请啊，莫急啦，一步一步来啦。爱予台湾人先了解，咱若现住咱遮的行政人员无了解，安尼你会当期望台湾一般的老百姓了解吗？无可能啊。所以咱要先了解。啊，咱要了解啥？美国伊讲，你台湾民主开始运作，你这运作代表蜡烛一点亮啊，好，这个黑暗啊自动的消失啊，你唔免讲哦，要家提起对，要家扛起对啦，黑暗你扛未走啦，更爱好出来，这小可有花哲学的味道呢。但是哦，因夜晚你困啊，休息咧。您今日，您这期来一只，我会当甲各位讲，是安怎来讲，来上课的不能争取，我们也不想办第二期，所以所有的人，在听到你拢会当争取，那其他的你无来受呢，在听到歹势，我要提掉，由中央直接派在座各位去任命。我简讯都有给您通知，有无？有足清楚无？讲过，这过年时你甲讲我足无用的，迄我无要相信。2月10号、11号、12号是参议会哦，是高级参议人员，赶快，若无参加，我拢甲提掉。所以各位，恁今日来一只上课，真正讲啊，是表示讲你有心。你真真正正有心，你不是说我要来领薪水的，我是说实在话呢，我头先说过无建国这两字啦，啊，现说现不记得，你往那老的看，主题啦，邦联啦，邦联是啥？现在英国的女王有几个国家跟他邦联，你知道吗？51个。这个邦联，我有一个解说，在这个蔚蓝才邦联制的省，那个省市哦，我有写得很清楚。我想讲，我别浪费时间哦，这是有诶物件，你著家己去看，会使无？啊，你爱确实有看呢，啊，无你咧做行政咧未使？有啊好，有啊无啊？有要看无？会爱真敢讲，你上课吼爱看5摆，会使无？你手举下，讲你一定看5摆。好好，谢谢。我讲实在，你爱看5摆，真深呢。台湾地位足深的呢，我无甲你骗呢。我是真正是无眠无日，
都要跟美国说，都要取得那个中间协调，看很多了，才我就下这个。所以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台湾将来要走的路。当然啦，我今天呢，还没说到我们的主题，因为我是打算说明仔，本来明仔的第一节课是何瑞元啦，但是何瑞元吼，这讲也无要紧啦，伊吼最近无拍拼啦，25公斤啦，增加25公斤啦，八道足大个，因太来讲吼不行 ，Roger， 你来帮忙，还会减肥，若无吼，遐大块若倒落吼，我更无法嘞。所以吼，我讲好啦，安尼我较艰苦嘞啊。所以明仔载迄个时间吼，今日迄个蒋维文蒋教授有来嘛吼，明仔载吼蒋维文上第一节课啦，第二节课我再来上，安尼好冇？蒋教授好冇？好啦吼，蒋教授足少年吼，咱后摆教育部长呢，伊要明仔载要甲大家讲。伊吼，我刚刚看到伊少年哦，刚刚迄个叫做，哇，迄是小事情。伊敢向迄个体制挑战吼，就对啊啦，这样就对了，对啦，哎，爱互伊互伊吼有温暖啦，台湾民政府一定给他温暖。哦，你个拍手三次呢，我唔捌对着即款台步咧，哎，讲笑。所以吼，过来呢，因为今日我来要讲的，就是讲，稍等下吼，我迄个结业证书吼，要先分，一人一张，顶面拢有号码，名我要叫你家己写。我等下吼，拜托你去楼卡吼，迄个签字笔我有买，迄较粗的吼，我有买超二十支。你吼，你若是字写了歹吼，你拜托别人写。哎，你家己写唔对，你爱负责任嘛，对不对？安尼我免负责任，但你写好了，你爱交倒转来，交倒转来啊，我替你对音啊，我甲你检查。内底有讲你第几级，你若无属初级班哦，你高级班无效的。所以稍等下吼，我分乎你，一人一张。电管落户嘛，后摆任职就是照迄，因为我甲你收倒转来，我还阁登记，报予美国。我这个人拢有身份，因为啥啦？因为吼，有人去甲咱订购了。伊讲吼，台湾民政府遐个人吼，哪会晓做官啦？甲迄个咱台湾的遐讲也无要紧啦，独派遐嘛去讲，去反映讲。因遐哪会晓做官？就我叫阮民进党才会晓做官啦。阮捌做过官，因拢毋捌啦。恁即马直接落去做官啊？恁伫学啊，对不对？家己拍破个。所以，我即马想着即套啊，我甲讲，你民进党个人也好，即马真侪民进党无头路呢，选无调嘛。你无调对不对？哦。你即马无调，你即马才想我讲，我要来做官呢，歹势，才有排队的。大兴，我会甲问讲，你第几期的？无半期，无要紧啦，伊即马会来啊。你103期，歹势。头前的至50期的先排，安尼对不对？这叫政治伦理啦。什么？因会晓做官，因拢是社会精英。秘书讲，咱是输来哦。咱比较巧，我无甲你骗。这无，恁即马所读的这套，因绝对安那，互你刮到死死死的。你唔相信？你凊彩一日来甲你辩论，因绝对输你啦。听无是挑讲，挑故意讲，伊听无啦。哪会听无？潘明敏，大家拢真尊敬嘛。潘明敏当场伫真侪人面前前学了我两届，伊甲我讲，迄阵去总统府找伊时阵，伊甲我讲，
啊，你英文的送来给我看看好不好？我都给送英文，一看说正确，这个部分我没去读，很简单啊。十四日本的教授来，我跟他说两句他就倒了。我马关条约是什么人挂什么人给他，给日本的天皇，是台清的皇帝挂台湾跟澎湖给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永远割让台湾跟澎湖。我有这条吗？有吗？有啊，这有好吗？有啊。伊讲，我上来甲问讲哦，啊，马关条约是讲啥？啊，都大清啦，哈，伊讲清国啦，清国吼，啊，挂台湾片吼，吼日本啦，我你零分啦，你大学教授零分啦，倒也唔对，天皇啦，天皇甲政府是不一样的啦，我林志兴甲我的后生甲有共款，当然无共嘛。对不对？所以台湾较偏哦，是挂哦天皇啦。啊，过来我过来问，啊，就这张和平条约是啥物人放弃台湾的管理权？用日本啊，讲你灵魂啊，讲来个灵魂，还日本政府啦。虽然讲日本政府，当时日本派来签迄、那个迄、那个投降书的人是叫做丛光葵啊，丛光葵伊的身份。那当时认定就是写啥，伊是代表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代表两个人，代表两个人啊！日本政府放弃，无讲天皇啊，人无讲着你，你是安好无缺点的，你啊，人也无叫你讲台湾偏哦，甲荷兰啊，啊嘛袂当叫你荷兰，因为安那袂当。别让割让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啊！听听遐日本教授啊，丢啦！你讲的很对啦，我等于马上要来改啦。五六十档啊，即马才要改呢。我讲吼，明明都恁阿公的土地，哎，你不爱去？因我日本嘛推阿面，我无甲你骗。所以吼、哦，即摆因大家拢要来啊啦，2月24吼、哦，啊3月16吼、哦，日本人开始排队诶。诶，邀请我，邀请我，大家讲邀请我，邀请我。我稍等咧，稍等咧，来排队。咱嘛赶快开排队，你讲好无？好。问题来，哎，等咧，等咧，等咧，卖派炮，卖派炮，稍等咧，稍等咧。即摆日本人来，我咱来开钱咧。哦。钱要倒来，你讲到钱，大拢点点了，佫计得无快，头都断落去。所以我是安尼想啦吼，歹势啊，今日假学会要通大马街，迄直升机的停机坪的钱啊，你莫安尼啊，莫甲打迄主力。我以为我甲你讲吼，太平洋的司令，我甲讲。我讲哦，啊，台湾人一讲你来讲哦，伊拢无看你美军啦，啊，你给我足歹做的啦，安尼我歹做啊啦，我要死啊啦！伊讲你袂使死，我哎，所以我袂使死，什么意思？哎呦，你若死，你会死哦。我做这一波本来就无惊死的，伊讲买了，你唔通死，你要继续往前走，你今咪快要完成了啦。所以我这样讲，我们快要完成。我甲讲哦，你直升机哦。在我这个广场给他降落，啊，他说啊，降落，现在这是那个普通的土啊，不可以降落啊。我说好啊，没关系，那不能提，那不能提。我说哦，那个直升机的那个大马嘎哦，还是那个水泥哦，咱来铺啦。哦，铺那个大马嘎要开多少钱，你知道吗？135万啊。哎，去估计啊。啊，这130万到底要回得来？啊，若叫你找，你卖无？可怜哦，啊，若出钱拢爱林志玲，你家己去出，大家拢是安尼啦。哦，你告哦，搁告美国啊？我钱伫倒。哎、欸，你袂感觉我足可怜的吗？
我爱研究，爱出钱，爱去用骂，大行拢是我呢。哎呀，可怜啊！所以吼、哦，恁茫想讲恁出一万块足济呢。咱咧二十三期内底吼，有几啊期拢是倒塌的，你知不知道？有当无人啊。所以咱咧二月三号、四号、五号啊，在座各位吼、哦。会记得啊，免啦，三个拢坐袂满，你三个都挤满，挤满啦。上无啊，大家爱介绍一个啦，好唔？举手来，甲我讲好诶，讲好诶，举手我看卖啊。哦，我甲你讲哦，我甲你会记得哦，我甲你会记得哦，好手放来。哦，安尼吼，二十四期吼，挤满。好啦，你若拍手吼，你就爱，我讲实在，迄毋是我的代志啦，我先讲哈。台湾是咱的，是毋是？但是我若甲讲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毋对？对。哎，对啦，我袂歹呢，即摆足巧的呢。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是毋对的啦，即句话我甲日本人讲，个个都推阿面的。我讲你日本是你日本人的日本是毋是？对啊。我讲你啊，你天龙甲囥喺度。啊，做噶，日本地龙的。刚才我甲讲吼，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哎、欸，这唔对，这大家拢知影咧。啊，刚才换一句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拢讲对咧。所以我甲你讲吼，这政治上吼有一角口，迄口号吼，真正互你迷失咧，我无甲你骗咧。所以有真侪以前国民党所搞的物件吼，你要重新思考。我不爱讲对唔对啦，你要重新思考。所以呢，今日呢，因为今日算讲啊，做拄拄啊过年哈，啊算讲头七天啊来你上课，啊我不爱讲想者，即马呢，我想讲因为这个啊做结业证书哈，空白啦，我要先分予你，你唔通叫拗掉啊嘿，我先跟你讲吼，你莫甲拗掉。啊你呢，你若字无水的，你拜托迄字较水的。甲你写，因为有英语名，吼、哦，有英语名，迄、那个拜托你咧，一号到二十号先甲留起来，啊，二十一号开始分落去。一人一张吼，卖加摕，我先讲一摆哈，迄拢有号码伫咧哈，啊，一个人一张啊，一号诶，一、欸、号到二十号先留下来。迄、那个咱的结业证书是要创啥？第一。咱有内底有汉字，啊内底有啥？有写英文。咱各位吼，真重要，代志听好清楚哦。后一个翕相非常重要哦。所以后天的课，下午三点半要照相，不能缺席。这张证书你填填，明仔载交去楼卡的迄个柜台。上好是你明天的。中午食饭的以诶，食饱以后啊，交出来，因为我要伫后日，你看头前免分，头前拢免分，头前迄排拢免分，哎，嗯，后日哈，嘿，后日哈，后天啊，你咧要转的以前啊，这个结业证书我要互你摕转去，因为我顶悬有父辈啊，你无多涂改，哦，啊你转去会当甲。牵起来，这张就是你要做台湾民政府的行政官的保证书啦，好冇？你拍手归拍手哈，贪污的清查，我先跟你讲哦，不可以，袂使迄落啊。咱是真正吼、哦，要替咱台湾人做代志的哦，会记得哦。当然，你的薪水会真悬乎你，你唔通贪污，我阁讲一摆，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咱即马现主席伫分即个啊做结业证书的同时吼，等下咱分了了，我甲你教讲安怎填。我阁讲一摆，即张结业证书你唔通甲伊拗掉，吼、哦，不要去折到嘿，因为你困吼，唔通去跌掉啦，唔通囥在你的枕头下骹哈，特别创厕所大家囥吼，唔通去跌掉嘿。
迄、那个今日当然啦、喔，今日是算农历的旧历年的初五啦。后摆咱是民政府吼、喔，是要发展讲以新历做标准啦，卖去用农历啦。哦、喔，这种不是很好的现象啦。啊，虽然我是佛教徒，但是我对于什么的算命啦吼，你算什么啊做抽签啦吼、喔，我感觉迄种胡说八道啦。你来看中华民国的运气吼，今年也有上签的啦，迄、那个也做颜清标迄个上签啦，啊，迄、那個、下签的啦，你来看麦啊，竟然同款的运命哦，啊有上甲下吼，所以这方面吼，我是感觉讲吼，宗教吼不要敛财，迄、那个我伫这个所在吼。我要过超八分钟的时间哦，我来要甲各位讲一下。本来啊，有一个叫做朱成武，中国的解放军的一个少将朱成武。这个朱成武啊，伊捌讲吼，伊讲要用核子弹哦，要为中国直接拍去美国，要直接甲拍。当然，这个人吼、啊、已经不见了，我无看伊在何队啊。但是现主席啊。哎，出现一个人未歹哦，伊个空军的上校，一个叫做戴旭，诶，这个人，戴旭这个人哦，因为是美国的 CIA 单位啊，叫我讲，这个戴旭这个人发表文章啊，你爱去看。当然，今日我甲各位，这个戴旭哈、哦，戴帽子迄个戴啦，旭是小林旭的旭，叫做戴旭。你若要看电脑。你去甲 search 戴旭这个人，伊讲真济真正个代志。伊咧讲啥？伊咧讲中国吼、哦，实在是很脆弱，不堪一击。空军哦，上校哦，伊讲实在话。啊，这个人讲了吼，好笑哦。北京个解放军啊、哦，全面甲封锁。啊，伊呢？伊讲真济话啦吼，当然遮真济话内底吼，我是拍算明仔载吼，我会考的时阵吼，我要向各位大家来分享。同时呢，明仔载要甲各位讲，民政府的国安到底要做啥？所以现在美国一直要求讲，民政府若成立，将来成立，希望我会当换这个国安这个位，因为主要就是讲，民政府的政策。要走得正確，你不能走到尾，又去建國去。其實自治啊，比建國啊，好幾倍。你若建國，你要做兵呢，要稅金呢，自治怎樣？免稅金，免做兵，免買軍費，你要建對一個，不然來表決啦。要主持的我是 不表决啦，不过这个事情我表决啦。要主持的请你举手，请你手放下。要建国的请你举手。我就老早有讲哦，你会记啊？我普通上课的头一天，我就甲恁讲，恁后摆有一天会不爱建国，我有讲无？有无？较有良心的，爱讲实话的。我有甲恁讲无？有。绝对无要建国的，你啊哈？恁即马拢知影。有靠山好塔靠的人，当伊个靠山甲靠咧啊，人遐少年啊，遐富二代，遐、那个第二代好野人拢啊，拢靠霸主啦，靠霸就靠霸，无是安那，我免交税金，免做兵，啊，我每一个月拢几啊千块，几啊万块塔呢，啊，佫有厝也免住，我不爱吗？迄是法律建国含义。咱这个建国就是主题啦。哦，法律，我跟你讲，等下，我跟你讲，这我有研究，你听我讲。我若一开始啦吼，你想看嘛？一开始我写法律主题啊，无人要来啊。迄是讲因为上过课啊，你拢知影。我跟你讲实情啊，对不对？但是即摆外口还佫唔知啊。外口推阿面足侪，你知唔知？
两千万内底，即马是听台湾咱受过训的这千外个，这千外个嘛，要我不一定讲大家拢精神安尼。我刚才迄讲讲会输八十万都，大家都迄脸色就讲看着办。啊吼，足趣味的吼，迄讲投票以后吼，我接差不多甲计量啊，我才接一百通啦。吼、哦，秘书长好神准哦，不是我神准啦、啊，我嘛无遐厉害啦，我嘛不是我的直端啦。我后边啦，无去两千个 CIA 的要去来做调查，我也不敢讲啦。所以迄天吼、哦，迄投票我唔是你讲送赢，因为我知影送赢，我是敢注意讲，几票，即马差几票，八十万，拄拄啊八十万的时阵，才阁降落来，有趣味吼、哦。所以我这边会经过吼、哦，我对美国 CIA 伫咱台湾来做工课吼、哦，我甲肯定。因为2008年是免讲，八年就一定输的嘛，输足多，输到歹看。2004年 ，CIA 是甲咱讲会赢三万票，阿变啊，结果赢26,000票，迄拢无要紧啦，几万，但是伊讲会出来讲三万票，各位，可见吼，咱毋是敢若科技厉害。以及人文方面、哦、也很厉害，所以呢，我是安尼讲吼，啊，让大家人知影吼、哦，啊，而且呢 ，CIA 有提供一寡迄个啊，做危机解密的一寡物件吼，我有提给我，啊，可迄天吼，我去甲上差不多点半点久的课，有够忝。我家己哦爱上课，啊，就搁上课。迄表示啥？咱拢爱去求知嘛。啊，恁在座吼、哦，若干呐安尼哦，去趁钱啊，即马过年就休困啊，反正我也无地好走啊。有诶讲啊，我都无伫挂起啊，我都来上课啊。安尼也好啦，无要紧啦。但是你上课了，一定爱对你家己本身诶思考、心态爱有所改变。我相信在座各位啊。明仔若听我的课以后啊，我甲你讲双方的军力的比较以后，你就知影讲吼，中国永远袂怕台湾，绝对袂怕台湾。啊，美国嘛袂去怕中国。三分钟甲你讲一个秘密，互你知。当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迄个时阵啊，拄啊发生的时阵啊，苏联通知美国讲。我要去把中国的核子武器拿掉。美国改讲 ，No， 你不能拿。为什么？你如果把中国的核子武器拿掉，你甚至你去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对我美国是很大的坏处。日本来打中国的时候，美国嘛不爱让日本来打中国，因为。日本若去打中国了，中国人这么多蓝蚂蚁啊，那人很多人用蚂蚁来形容，蓝蚂蚁啊，所组成的部队虽然是不好，但是也很可怕的。所以杜勒斯那当时要将台湾和日本的关系要切掉，没办法切掉，因为神圣不可分割啊，不能切掉，但是要台湾跟日本要连起来，他又有顾忌，所以真巧，甲你想到这个 Commonwealth， 要互你主持，然后再甲你处理。其实即马日本是上帝控制，美国，自卫队，你知影美国有关单位甲安怎讲？日本自卫队就是我们在控制啊，你有惊到啊？一个国家。自卫队伊控制，咱台湾后摆伊控制无要紧，你甲出钱就好。我也歪做兵啊，对吧？但是自卫队薪水会较悬的啊，一个月若5000块美金，你要做无？你哪有资格？你才老啊，你要资格？拜托的，哦，你已经来要做无啦？啥物你也买？哦，讲啊足大声的买啊！
即马自卫队吼，坦白讲，那我的囡仔回去做，我袂啦。但我的囡仔嘛三十岁啊咧，啊嘛即马拢电子作战啊，咁就家己本身摕刀去解台，免啦，真正战争免啦。啊，有即马有大家拢有摕到迄、那个啊，做结业证书的牙签有无？啊，无牙签，无牙签。来，我甲恁讲吼，即份吼，你即马爱安怎听？我甲你讲。您再来看麦啊哈，稍等，再给您。学员，你的名啦嘿，啊，学员你的名。后摆你要做行政官，你要用什么呀？要写什么名？你的家家己的名，唔通写唔对的。西元几年几月几日生？我相信吼，甲你迄个名，啊个出生的年月日，拢赶快应该没有啦。啊，过来，法律建国学院的第几期的结业？你以前第几期？你未记你第几期？请你举手。你未记咧？你第几期未记咧？有啊，有，我未歹咧，拢会记咧好。第几期哦？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啊，过来英文迄个哦，头前写你的名，哈、哦，写你英文名。啊，后壁第几期我那写阿拉伯数字，安尼好冇？会记哩，明仔载中昼的食饭饱以后，交去楼下。你若袂晓写，你若袂晓写，出生年月袂晓写，无可能吧？出生年月用英文，哎、欸，用阿拉伯。对，用你摕到身份证的英文啊！啊，过来，你若还袂领身份证的，今日。讲无啥，明仔找时间到楼下办，一定爱办。你若无领身份证，我无爱给你结业证书。啊，你都唔是，唔是啦，你到楼下签啦，我会报予州长啦，你免烦恼啦。你到楼下签会记，到楼下签，到楼下翕相。我今仔日要办，今仔日要办伊就无烦恼。无要紧啦，我即摆已经讲，就予你办啊。我秘书长讲的，就予你办嘿。会记哩哈，你若无身份证，我无爱发结业证书，因为你都毋是台湾公民嘛。你公民，我才要予你这个结业证书嘛。安尼好无？安有道理无？遮细声。好来，今日上课到遮。哎，楼骹有迄个点心无？啊，楼骹有啊？安那？稍等，安那？稍等，大家较点咧，我要听你讲啥。上下卡的日期你莫添，最下面的日期你不要添，我统一添。哈、哦，下卡的日期我统一添啦，我会添迄个啊做恁毕业的迄一天啦，就是礼拜啦，哈、哦，29号啦。来，还有问题无？啊，若无问题，咱今日上课到这吼，啊，楼骹有点心吼，啊，烧水会当洗身躯。啊，若拄着无烧水的吼，你唔通去洗冷水哈，你爱甲楼骹小通知的，会甲你帮忙嘿。来，谢谢各位，啊，叫笔，叫笔，现在啊，嘿，记载人，我不规定，你的英文名写啥物，你就写啥。对，没有错。对，我吼，你若唔知影，你拜托总是有人捌的嘛。啊，遮头前有病吼，迄、那个病吼，唔通你共摕去，大家爱迄落嘿。好来，好来，谢谢。来，咱下课。起立。立正。加你，下课。